各位家长，你们好，我是李奇特，文明学校百年校庆工委会主席。这里有项通告，在今年五月五号，我们有举办一项火炬千人行和义卖会的活动。这项活动不仅是为文明学校百年校庆拉开序幕，同时也是为文明小学筹款购买校地的活动。家长们，近几年来，文明小学每一年的新生人数都比毕业生来得多，就因为这样，文明小学面对课室不足的问题，经过董事会议，董事部决定扩建校园，并多次的与发展商开会商讨购买连接学校的一片土地，总金额75万马币。在这里，我呼吁家长们，希望你们能够积极的参与这项筹款活动，为您孩子们的学校做出贡献，热爱和支持华文教育的发展，慷慨解囊。捐款表格将会由校方分发给孩子们，拿回去给家长。有意捐款的家长们，请你们把表格交回给孩子们的集赈老师。多谢你们热爱华教的支持，功德无量，感恩。